啊，今天喂海鸥的少呀，好多海鸥哈。哎呀，喂他们面包，看到没有？我为了让那个海鸥注意身体健康，特意买的荞麦的，好多好多，我们过去喂一下啊。从那边走过来，已经开始有人喂开了啊。这不会吧？不会，他们已经喂饱了吧？哇，今天海鸥多呀！啊，这边这么一片，我们这边海鸥胆小哈、啊，胆小不敢吃手里的，所以还是得扔给他们呀。这海鸥是为了欢迎我吗？我过来之后怎么全跑过来了？啊，我们找一个风水宝地，在这里吧，在这里，平平，再往前走走，在这里哈、啊，坐着。哎我坐下，坐下啊。我的荞麦面包扔近一点，扔近一点啊！哎，我现在扔太近了，扔太近他不敢搁这吃。啊，被扔太近了啊！是人干了个事儿，吓跑了。我现在要引诱他们一下，我先往水里扔啊，慢慢的往后退。不行。他害怕呀！哎，我去那边怎么不害怕呀？不行，我要上那边去啊！我了个乖乖啊！这个看来这个是个经常喂海鸥的呀，这海鸥全在这地方。不行，赶紧学一下啊！哦，扔到水里不动，那海鸥就慢慢过来了啊！看没有，多不多？这不他扔的也挺近呀、啊、不行，我要尝试一下。好了，我的机会来了。我了个乖乖，我的面包不合他们口味吗？你看人家扔了他有吃，我扔了他们不吃呀。我不服，我还给他买的好的，对吧？还怕他撑着了，买的这个荞麦的。来，这一嘴哈，来吧！我去，这么不给面子，大哥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坏了，小伙伴们，坏了。啊，那个面包还停在里边哈，他直接不饵他呀！我，气死我了！哎，气死我了啊！来，那不会是因为我长得难看吧？这海鸥。大哥，给点面子行不行？给点面子行不行啊？我都没舍得吃呢。哎呦，我都没舍得吃呢。这可恶呀！好多，我去！哎呦，可恶呀！我去！啊，我再试一次哈，师傅，我买的荞麦的怎么不吃啊？就买那个正常的面包呗。啊，我还怕他撑着了，给他买的个荞麦的，我去。那你看他是看到了，你看没有？他是看到了，给我一块，好，谢谢哈，小伙儿，试试哈，荞麦的不合他口味啊，我都没舍得吃，他竟然不合他口味，来哈，来，哎，手里扔近了，但是他们都看到了。我扔进了，我失误了，扔进了哈，失误了哈。
的。哎，是撤了，撤了，撤了，从那边撤了啊。好，来，我扔个羊。它是吃的哈，这个确实这个白这个黄面包好吃，就是离得太近，它有点害怕，估计有点害怕我的长相吧。你看吃哈吃哈，哎，我总结出经验来了，这个面包并不是它越健康越好呀，就跟我一样，明明是不能身体胖了不能多吃肉，但是还是喜欢吃肉。他喜欢吃有鸡蛋的哈，你看，哇，好过瘾啊，好过瘾啊！我这个把那个游客给我的全给他喂上吧。哎，我必须成功哈！啊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！你看我扔进去，它吃开了。太好了哈！哇，太好，太过瘾了，太过瘾了！对，都在这弄呢。咦，好玩，好玩，太好玩了哈！以后没事就上这边来玩。反正这不弄也浪费了哈，就是混合着看看怎么样，效果怎么样？最后的倔强呀！哎，很有成就感，很有成就感哈！哎，好玩，好玩，好玩！哎，确实，他们不太喜欢吃这个荞麦的呀，也有可能是荞麦的，他们看不清哈，毕竟荞麦的是黑的嘛。啊，太棒了，成功了哈！那这个面包，我一边吃着一边看他们喂海鸥吧，啊，只能这个样子，他居然。不喜欢这样的。